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关于古琴的最早文字记载呢，出现在3000年前。中国最早的诗歌总结《诗经》中呢有言：“我有嘉宾，鼓瑟鼓琴。”意思呢是当有重要的客人到来的时候，要演奏音乐来待客。这里边提到的琴就是古琴。 孔子对古琴十分的推崇，中国古代文人修身养性呢，主张具备琴、漆、书、画四种技艺。可以说，琴是中国古代文化地位最崇高的一件乐器。琴乐呢，甚至还被视作是君王、圣人的治世之音，也就是太平盛世的音乐。 此外，琴在中文里呢也成为乐器的代称。很多西方的乐器引到中国以后呢，他们的中文名称也都带着琴，比如说钢琴、提琴、风琴等等。古琴在之后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大约在1700年前，七根弦。 是3个徽位的古琴形制呢，就基本确定下来，并且一直流传延续到今天。古琴有散音、泛音与暗音3种发声法。散音呢是右手手指自己拨动琴弦所发出的声音，音色浑厚。 其中13个徽就是镶嵌在古琴表面的13个白色圆点，它呢是对琴弦平均分段后的标示。在琴弦上，右手弹奏琴弦的同时，用左手轻触该弦的徽位，这个就产生了古琴的泛音，演奏出的声音轻盈飘渺。 右手弹弦，左手围绕徽位进行左右上下的按弦，这个呢就是古琴的按音，演奏出富有变化、如人声歌唱一般的声音，这是古琴最有特色的声音。 古琴在古代主要是具有文化的士的阶层中流行，士也是中国古代最低一层的贵族。在之后呢，琴在民间流传开来。传说2000多年前，俞伯牙善于弹琴，钟子期呢善于倾听。伯牙弹琴的时候，心里想到高山，子期说。 好啊，简直就像高高的泰山立在我的面前。伯牙弹琴的时候，心里想到流水。子期呢又说：“好啊，这琴声就好像奔腾的江河从我心中流过。”子期去世后呢，伯牙认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知音了，于是呢，他把自己最心爱的古琴呢摔破，终身不再弹琴。 这就是中文里知音一词的由来。古琴曲《流水》，相传为前面我们提到的伯牙所作。这个《流水》群曲一开始呢，我们听到3个浑厚的散音，随后演奏家左手在琴弦按音演奏，并且向下、向上滑动。之后再次出现散音与暗音的组合。 琴弦发出的声响。
宛如人声音颂一般自如细腻。在古琴作品中，一段完整的歌唱性、旋律性的段落出现呢，往往是用到泛音来演奏。这种右手弹奏，左手轻触徽位的演奏方式呢，它的声音既鲜明又轻盈。所谓的拱佛啊，就是一组组右手快速划过全部七根弦所弹奏出来的连续音型。这个音型从一开始的偶尔出现，逐渐的充满到整个段落，塑造出水流湍急、汹涌奔流的意象。这样的音响所刻画出来的风急浪涌自然意象，在古代中国山水画中也有很多比如说在南宋画家马远的十二水图中，画家就生动地描绘出湖水烟波浩渺，河水汹涌奔腾，大海咆哮怒号的意象。而琴曲流水呢，也和这画一样，以音响的方式尽显水的各种姿态。最后幻影演奏的片段呢，宛如画中的浮游掠过水面，和阳光照射水浪造成光影的感觉。这首古琴曲充满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音，散发着天地人纷然一体的气象。通过音乐表现大自然的音响啊，这是中国音乐独特的美学传统。大自然是中国传统音乐与绘画艺术表达的核心主题，而通过特别的演奏技法所展现出古琴独特的音响，体现了中国古代音乐家及其高超的演奏技术、音乐创意与想象力。在距今千年之久的古代音乐作品中，有如此超凡脱俗的音乐表达，不得不令人赞叹。1977年，美国向太空发射了旅行者一号探测器，上有一张可以播放一年的喷金铜唱片，唱片上除了汇集人类的各种语言和信息之外呢，还选录了27首世界名曲，其中就有这首古琴流水。
它代表了中国音乐文化的独特性特征，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代音乐家乃至整个人类的音乐智慧与创造性思维。